是计算机科学博士和电子工程硕士 ，IEEE 高级会员，青年科学家与创新者协会的创始人，是一位经验丰富、充满热情的科技创新教育传播者。所指导的学生在科学竞赛中屡创佳绩，包括几十项全国和国际顶级奖牌，奖项涵括几乎所有最有影响力的科技类竞赛。学生大多数被顶级名校录取。MIT AI2 Programming Academy 是孟博士依据多年的教学成功经验，以六至九年级学生为目标，独创的一套高效、优质、强大、易学的精品进阶课程，编程基础、人工智能、奥技同级算法和科技插件的全站开发。系列课程的设计与最具有入学申请价值的编程和科技创新类竞赛接口，包括科学与工程竞赛、奥技同级和编程马拉松等，促进学生通过竞赛发展特长，在大学入学申请中抢得颠覆性优势，也为长远的发展开拓优质空间。孟博士的学生在全美和国际的科学和计算机竞赛中获得了数十项顶级奖项，助力学生进入顶级名校。名师亲授独家教法，帮助学生低开高走，脱颖而出。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五点，已经超过零五分了。那么我们今天线上一共有130多位家长在线上，那么不断还有家长的播录。那么今天是牛爸 Talk 系列的春季的第一场的活动。刚才的视频里边就有我们其中的我们的主办方牛爸孟博士。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美家庭教育医学会的联合创始人安娜曹。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有那么多的家长能够拨上线来一块儿来听2022年牛爸 Talk 系列春季的第一场讲座。我们都知道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父亲的思考方式往往更为理性，能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智力发育，影响孩子的性格。那么牛爸 Talk 系列讲座孟博士刚提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吸引我，非常想听听牛爸们的育儿的经验，那么到底跟妈妈们是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孟博士的儿子 Kevin 目前是 MIT 二年级的学生，那作为亚，我们都知道作为亚裔男孩子
同时拿到哈佛、MIT、Stanford 的 offer， 那真的是牛娃中的牛娃，像神一般的存在一样。那么今天的我们这场牛爸 Talk 系列将分为三个部分。那么首先是我们是牛爸的对话，那么邀请到了哈爸叶老师，那么同时叶老师又邀请了两位这次 ED 早录的牛娃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实例的现场的分享，同时我们还有 Q&A 现场的面对面的提问环节。那么有问题的家长可以把问题写在 chat 里面，那么到时候叶老师和那个孟博包括就是两位学生都会给大家做出一个精彩的回答。那么屏幕上也有我们这个牛爸 Talk 系列的一个讲座的二维码，也希望大家能够扫码 进群，因为如果线上没有回答完的问题，我们会在群里面继续进行讨论。那么希望就是说这么一场牛爸的 Talk 系列能给大家带来2022年全新的焕然一新的一些育儿的经验跟知识的分享。首先我就请出我们最重量级的孟博士。谢谢安娜，也谢谢大家在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分享。我叫孟瑜，线上可能有一些有不少的这个咱们的 audience 都认识我，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也非常高兴呢，有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字，也有很多新的朋友进来。谢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公益活动的第一讲。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所谓对话牛爸系列呢？因为呢，我就是包括我在内，也经常碰到一些家长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总结起来呢，大概是说我们的华人非常非常重视教育，希望呢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那么怎么样去培养呢？有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的资源？这个怎样成长？怎样竞争？怎样考入梦校？甚至呢，现在已经进了大学了，还有这个 intern 群，我相信呢，以后可能还有找工作群啊，还有甚至有没有婚恋群，我完全可以想象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这片心哈。OK，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哎，为什么是叫牛爸不是牛妈呢？对不对？现在呢，我就像刚才曹老师讲的那样，实际上父母啊，他可能起到一些不同的作用。相对而言，我的观察是啊，在群里面，这个牛妈这个发言是比较多，牛爸发言呢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又有一部分的观察是，许多的牛娃背后站着一个牛爸，所以呢，我呢这个系列就是要把他们请出来。让他们呢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来，最后呢能够这个帮助到大家，那大家呢一起共享，一起呢这个追求卓越，好吗？今天呢是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哈爸，Bruce 叶老师，那这个系列呢，今后呢我们在每两个月都会请一位牛爸给我们分享。我们的计划中呢还有。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的父亲，也有物理奥林匹克金牌的父亲，也有计算机奥林匹克金牌的父亲，也有呢这个科技竞赛就是万元以上的大奖的父亲吧。我们呢也有安排，就是请国家级教练，比方说数学，美国数学国家教练，对不对？机器人国家队教练，请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呢，我也欢迎大家关注参与，互相激励，共同追求卓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我想说明一下哈，因为啊，这个有涉及到一些版权、安全、合规这样一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这些授权的这个过程。那么呢，所以我们活动的视频呢，一般不对外开放。如果您需要视频，您可以向相关的演讲嘉宾索取，好吗？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讲。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哈爸叶老师。叶老师给大家招个手，也许
谢谢各位。Okay, yeah, 谢谢孟博，叶老师呢，谢谢是我的老朋友，其实呢也是我的这个育儿经的老师。Bruce 呢，我大概介绍一下，他是一位资深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一位热心的社区活动家。实际上他在市教委，就是教育委员会等这些 committee 里面，这些机构里面都有参与多年的参与服务。最近呢，他在升学方面呢，帮助了对许多学生进行了指导。那么他呢的孩子，他的大儿子是在哈佛本科一直读到医学院毕业，另外呢还有两个孩子也都是极为优秀哈。我自己的孩子在六年级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大二了。我第一次听到过 Bruce 的分享，那次演讲呢，让我的感觉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所以呢，我相信今天叶老师呢也会为大家再一次的带来精彩，好吗？那今天呢，在叶老师演讲之前呢，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两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一个呢是 Grace Wang， 另外一位呢是 William Yan。他们两位呢分别已经被UPenn 和 Duke 大学早期录取。那我们请他们来呢给我们做一个分享。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家长探索育儿经的时候，是吧，其实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而且每一个故事是也难以复制，对不对？成功的有不同的成功的故事都是不同的。所以呢，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探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我们把所有这些故事放在一起，这些所有多彩纷呈的故事，如果我们把它集中起来，它呢就会可能会给我们一个令人顿悟的指向，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些顿悟，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所以呢，这些孩子们有什么特点，他们有哪些峰回路转的成长过程，也未必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兴趣是如何被点燃和发现的，对不对？一开始可能我们没有发现，没有点燃，怎样点燃发现，何时露出过人的才华，在成长过程中呢，有得到过哪些这个关键性的资源和帮助，是吧？家长，这个家长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吧？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找到一些道理，找到一些启发，获得一些灵感，好吗？我也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在繁忙的学习的这个计划中呢，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分享。我呢，也代表这个我们主办的，这个几方，对吧？祝他们呢在新的起跑线上吧，迎着朝阳，是吧？前途无量，好吗？好。那我现在呢先把时间交给叶老师。叶老师呢会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两位同学，然后呢请这两位同学给我们做一个分享，然后之后呢我再请叶老师出来。首先谢谢这个主办单位还有孟博这样子让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是让两位优秀的学生先让他们各讲个十分钟左右，之后再我来讲。那讲完之后我们共同有 Q&A section。 所以那个 Grace Wang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从十年级我就认识他了，非常有才华，那么也很 humbling， 是一个非常谦虚，做事非常细腻的细致 的女孩子。她在这个喜欢做这个 lab research， 做喜欢科学，但是他在debate 还有 R 上面有非常杰出的成就，刚上个月刚被UPenn 录取。威廉岩他是从九年级我就认识他了，从中国上海过来，从那时候还记得这个不太对美国有一点陌生，可是这四年来看到他成长是让人家非常的舒服的一件事情。那William 他在 Science Field 上面有非常大的成就，那也孟博跟 Kevin 也多方指导他。那么除了 Science Field， 他在 Band 上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同时也喜欢打乒乓球、下国际象棋，非常这个用心学习的小孩子。好，那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 Grace， Grace 之后再给William。好 ，Grace， your turn， thank you。
Okay, can everyone hear me? Okay. Yes, very clear. Okay, so hi, I'm Grace, and today I hope to share with you guys about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including extracurriculars, academic, and volunteering, and hopefully provide some tips that I've learned along the way and things that worked for me. So first about me, I'm a current senior at Plano West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is fall I'm attending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ursuing a health major and potentially minoring in healthcare management at Wharton. So my interest is in the health and the policy field. So in high school, I was involved in debate. I was a national debater, and I've qualified to the state and national debate tournament, as well as the Tournament of Champions with 2 gold bids and 1 silver bid. And I'm also a finalist at various national tournaments, including Yale and Glenbrooks.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I am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UT Southwestern and a competitive artist, where I've earned first place at the National Expressions Art Competition. And I'm also a 2-time silver and gold key award at National Scholastic Competition and a finalist at the International Art Show Competition. And aside from my involvement in those areas, I'm also the co-founder and co-president of a club, Girls in STEM, at my school. So I first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I think the goal of your application should be. So I think the goal of your application is to tell a unique story to college admissions officer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components to your story, including extracurriculars, leadership, summer programs, your jobs, internships, and volunteering. And I'm going to touch on these more in depth later. So how you tell your story, the number one most important way is through your essays.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your numbers, including SAT, ACT, GPA, rank, course rigor, and your grades. And of course, you do have to submit recommendation letters to these colleges as well. So here's a visual of components of the application. Again, as you can see, I think the essays and the extracurricular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or me. And then you have the numbers and th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So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extracurriculars and leadership. So how I found my extracurriculars in leadership was I thought about what my academic interests were in my future career, which really helped me guide me to the best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So I knew my interests were in health and policy. So my extracurriculars would revolve around those two things. And what colleges really value is your leadership. So try to be involved in your community and engaged in your school as well. And I put 2 examples as to how you can be involved, one of which is to create a club at your school or even run for an officer position or leadership position. And then down here, I put some academic interests and some extracurriculars that you migh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aw or politics, you can try going into debate or student government.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STEM field, you can consider science fair, research, robotics. If you're interested in business, you can maybe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or participate in like pitch competitions. And another thing to note is I think that fine arts is a nice addition. So like visual arts and dance and music are all good examples. So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awards and the honors s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So the awards basically add credibility to your application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 were not only dedicated in your extracurriculars, but you also succeeded in what you did. So I tried to avoid putting down the most generic awards, and I instead focused on the national and the state awards, national especially because these schools really value that. So again, I put a list of some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get good awards from, including science fair, STEM Olympiads, pitch business, pitch competitions, art, debate, music, robotics. These are all good places where you can get awards. And then the third section is community service. So colleges do value volunteer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aside from your school commitment, you also put time into helping other people, which is a quality that these schools really look for. So I tried to find unique opportunities like teaching at debate camps. You can maybe even create your own tutoring service or volunteer at homeless shelter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just try to find unique ways to help your community and help other people. So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some advice that I have for 9th through 11th graders. And the first piece of advice I have is to find your passion. So I think that colleges do care about what you love and do outside of school. So try to find your passion.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academic. It could be one thing, or you can focus on multidisciplinary things. So for example, my passion is health and policies, which is pretty multidisciplinary. So I think that finding your passion early can help build your story for your application so that like all your extracurriculars and essays really revolve around that passion. And second is be proactive. So try to be proactive in searching for summer programs and internships to do. And summer programs are especially a good way to make the best of your summer. They are kind of expensive, but if you can, try to participate in something over the summer. So being proactive means that you're trying to find opportunities, and don't wait for these opportunities to come to you. Try to build connections and talk to peopl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unique opportunities. And the final thing I have is don't go for everything. Don't feel like you have to participate in every club at your school and every extracurricular, because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you will seem like a more appealing applicant if you really put your all into a few main activities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be decent in some scattered activities that don't really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So those are the advice that I have for 9th through 11th graders. Moving on to advice that I have for current juniors who are going to be doing college applications pretty soon. So even though this is pretty generic,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y is I think that starting my applications early really benefited me, because college applications is a really stressful time. So if you start early, it really allows you time to make enough edits to all of your essays and everything. So one thing that really helped was I always went on YouTube to read, find examples of people's applications and listen to them read their essays, which really helped to get a feel for what style of writing colleges liked. And second piece of advice that I have is that I feel like your application should be persuasive, because you're basically trying to prove to colleges that you're passionate and dedicated to your academic field of interest. So every part of your application should provide a piece of evidence to prove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your academic field of interest, and you do have leadership. So be convincing and give them a lot of evidence so they aren't left trying to fill in the holes for you. And I think that like 1 to 3 people are reading your application in a very small amount of time. So don't leave them guessing about what you are trying to say. Definitely be confident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story is very cohesive and convincing. And my third and final piece of advice is that essays are very important. I didn't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se essays were until I started writing them.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competitive you are or how amazing your achievements are if you can't really write about them. S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ble to create a story out of like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So it's also good to remember that actual humans are looking over your application. So try to make an impact on readers, whether it be emotionally or through humo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try to show you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traits in your essays, add personality to your essay so that these colleges really remember you, because they're looking over so many applications every day. So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really make an impact on these people who are looking over your applications. So that's everything that I have. I hope that helped. And I wish all the juniors who are applying to college next year the best of luck. And I'm open to any questions after this is over, if you guys have any, but yeah. Thank you, Grace. So William, your turn,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Grace. That was a really good presentation. I'll be sharing my screen and we will get started. Can you guys see my screen? Yes. Yes. We can hear you, can see your screen. Okay, great. All right, hello guys, I am William Yan. I'm a senior at Plano West and I will be attending Duke University this fall. Here's a list of some of my accomplishments. I have won second place at Junior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ymposium.
In addition to that, I am currently doing internship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 have also chosen as the delegate of American Junior Academy of Science, and I am a 2-time finalist for Tex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All right, as you can see from my resume, I am really into science fair, and I want to first talk about why science fair is a very good activity to participate in. It really has a wide range of fields or disciplines, so everyone can find their own niche there. For example, in ISF, I think there are 21 categories, so it really supports a variety of interests. If you're like a bio person, there are numerous categories for you to participate in. If you're a CS perso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options to choose. And even if you're like multidisciplinary, for example, you like bio and C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for you. For example, bioinformatics 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are some options you can choose. Some other benefits are that it really helps you to explore your passion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I really like these types of learning because you can dive deeper into a subject of your interest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than what the school is teaching you. And also you get the satisfaction of applying that into your project, which reinforces your learning. Besides that, science fair teaches you a lot of important skills. For example, present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I am using a presentation skill right now to present it to you guys. So these are some really important skills. And besides that, science fair also helps your personal growth and helps you to get emotionally mature. For example, during my science fair experience, I learned how to deal with rivalries, peer pressures, and some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yeah, of course, the biggest benefit of all is you can make money. And if you want to save some money for college tuitions, perhaps this is a very good motivation for you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fair. Yeah, and then I'll briefly talk about some of the science fair competit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tracks of science fair, which really increases your chance of winning them. On the left, that's the ISF track. You start with regionals and advance to state, and then finally, hopefully you guys can make i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And you also got the AAAS and the regional science fair, which is also a very prestigious one. Just FYI, the first place can get $250K,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Yeah, and moving on to some summer activities. In my ninth grade year, I just enjoyed my life, which is of course a better way to say I wasted time. I really don't recommend you guys to do that. I would participate in a science fair if I get the chance, but that's what it is. For a 10th grade, I went to Duke TIP summer camp, and that's when Duke became my dream school. It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getting to know these people. And yeah, the food there was also great. So it definitely helped my writing on the Why Duke essay. And the 11th grade, that's when COVID hits, but luckily Kevin and Dr. Men has put up this amazing summer camp called ICSci. That's where I learned Python, TensorFlow, and machine learning. It really helped set up the foundation for my 11th grade science fair project. So I want to give a big thank you for Dr. Men for this amazing experience. It was one of the best summer camp I've been admitted to. And in 12th grade, I got this great internship opportunity to work for a lab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am continuing doing to this day. Yeah, and moving on to some of my community service / leadership. I am currently the vice president of IC. I started out in this organization as a member, but as I get more experience with science fair, I took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and I am helping other people to be successful in science fair right now. I am also in this organization called SparkStamp. I am the science fair coordinator. And it's also a really great organization. Besides science fair, we also offer amazing Python and machine learning classes. In addition to that, I am a tutor at YCIA and VP of Ni Hao Food Initiative. At school, I am the president of Laser, Bio Club, and Chess Club.
And I think taking leadership roles at some school club is really beneficial because it helps the teachers to get to know you more. So that it is a really good chance for you guys to perhaps give a teacher a really good impression. And hopefully when they're writing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or you, they will give you a good one. And finally, some advice is that to always start early, not only for the college admission process, but also to start early when you're exploring your passion and getting to participate in those competitions, because you're really getting a head start when you start early. And my second advice for you is to reach out for help. That will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And next advice, I want you guys to find your passion, because as you can see from my activities in ECs, you can clearly see my passion for STEM,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ollege admission officers really like. And you definitely want to present your passion to the college admission officers. And that leads us to our final advice, which is to present yourself. Don't be afraid to brag yourself in your essay,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chance the admission officers gets to know you. So yeah, that wraps up my presentation, 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Okay, thank you, William. 谢谢 William 的跟 Grace 的精彩。那么我讲完之后，我们三个还有孟博，我们会共同这个在 Q&A section， 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好，那现在我来开始分享我的这个OK。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slide 吗？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好，谢谢。好，那么谢谢孟博刚才介绍我了。那么我这边再简短，就是说我是这个我的 cell phone 还有我的QR code 在这里。如果各位在这个分享过程有一些问题，在最后没有办法解答的时候，我欢迎各位利用cell phone text me 或者 WeChat ID， 或者是在我直接到我的第三群去，都可以私底下再问我，继续问我一些问题。那么我自己有三个小孩，第一个是哈佛本科，后来到哈佛医学院，那么现在是那个现在是专科医师，在这个骨髓移植上面的 transplant 的这个各方面领域。那么第二个儿子是在 Tufts University。在后来回到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念书，现在是也是在专科医师，在做这个 physical medicine， 在 pain management 上面。那第三个是我女儿，现在是在 Pomona Car， 在 LA 东部的 LA 机场东部大概30多迈的一个城镇上面。那也许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那么她说她正在申请 law school， 她说可能会去芝加哥的某一个 law school， 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我女儿是因为她，所以我才会从2015年开始来quit 掉我的 IT 的 job， 来从事不但是陪她让她在高中的几年让她能够顺利的申请大学，进入大学，同时呢我也开始辅导一些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做他们的规划，还有大学的申请，那甚至还有一些 medical school 的 applications。因为我两个儿子的经验，所以我们一起做过，所以有一些经验。OK， OK， 那这个 slide 呢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非常这个competitive 的大学，他们希望的学生是能够在有这方面一些特质，就是有自信心，对事情有热情，有创造力，那对学习有兴趣，能够学习有主动，有责任感，对家庭、对社会、对失败的态度 的看法，还有活力。那为什么 ？OK， 所以在继续往下前之前，我们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因为。在这个 COVID-19 的时代，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策略来参加这个 夏天的活动。那么所以如果是在 in person 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照着我们现在一般人 的尝试，就是打针、戴mask， 还有个人保持距离。那即使是你在做 internship 或者是 volunteering 的时候，也是要尽量争取做到这方面的事情啊。但尤其在家里的时候，要帮助这个家里建立一个安全快乐的家庭。但是呢，重点是在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要 go virtual， 有一些你的暑假活动，不管是 internship 或者暑假活动，或者是 volunteering。那甚至你可以在家里做你的这个 research project， 或者做一些independent 自己喜欢做的一些研究，那当然别人可以从这个外面来辅导你。那而且同时呢，能够试着在做线上的一些 club， 现在很多学生中用这个social media， 像Instagram 之类的来做他们的club 上面的交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可以预见，这是越来越这个会做的事情。那同时对音乐、对 art、 对这个跳舞有兴趣的学生，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可以开始做他们的作品集，因为将来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会用得到。总之我们必须要有弹性，而且要混合，要 hybrid。 那么我们这样可以想，从八年级到十二年级有四个暑假，那所以四个暑假你可以 mix 掉这些 mix 很多事情，可以有的是 in person， 可以是有的是 virtual、各方面。那当然不是只有 summer program，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 you can do many different things many different way。 好，那我们讲到的初中生，我们从初中生开始讲。那初中生能做什么？就是到这个做一些义工，在 shelter， 在 pet shelter， 或者是在家里学做饭、做菜这个方面，种菜。那学一些 programming， 帮助你比较年轻的这个小孩子 public speaking，还有 explore 你对 science 跟 writing 跟写作的兴趣，对音乐的兴趣。那么也可以去学的做一点比较 handy 的事情，比如说到 Home Depot 去学习啊。当然不要忘记了要去参加一些夏令营，能够好玩的学习 leadership， 还有这个 life skill、 social skill。那这个黄色的是说我们今天会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volunteer 跟 summer program，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为什么要参加呢？因为初中生他们必须第一个能够拓广视野，那么第二个他们要能够开始要接受准备未来高中的挑战，第三个有些学生已经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他对某一些的专长，那这时候呢暑假的program就是让他们能够来更深入的更这个让他们能够追求更深入更好的一个机会啊。第四个an opportunity to catch 啊，很多学生不小心哪一方面的有点落后，不管英文、数学还是 science 还是讲话，甚至在 social 方面，所以甚至不知道怎么交朋友。那么暑假是一个好机会来做这个事情。总之，暑假能够这个拓展你的学习，还有你的这个 social 的 development 啊，甚至在 life skill 方面都可以好好的有机会来充实。啊，那这第一个 slide 啊。这个各位开始了啊，那第一个 slide 就是讲到这个 middle school 有哪些。那中间第一个是这个 hands on 的一些 activity， 你们可以照相。对了，我这样讲就是说欢迎各位照相我的 slide， 因为我可能不能把我的 slide 整个 file 送给各位，但是我欢迎各位每一张都可以照相没关系，因为你这样才记得起来我讲的什么东西。好，尤其这个网站的名字，那 interlocking 的 center， 这是 art 或者 music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地方，这个 middle school 可以去的。那这三大天才营啊 ，Duke、CTY、CDD、CDY 是 John Hopkins 的 ，CDD 是 Northwestern。那 Duke 就是刚才我们的优秀的学生 William 去参加过的。那另外这一张 slide number five 是 middle school 能够去的，像这个华盛顿大学 St. Louis， 它有初中生的。那在加州的有一个这个 Junior Science Training Program， 各位别忘记还有个西点军校，它也有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的 STEM Camps， 所以这个东西各位很多军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马里兰一个 Leadership Workshop 也是很适合高中初中生的。这个是 Summer Discovery， 是第三这个outside 的一个 company 做的，有一些很好的活动，也很有意思。威克森林它有 Middle School STEM Club，
有这个协作的 Young Writer Summer Camp， 这是非常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这边呢比较有几个是属于这个德州的RISE SMU， 那么这边有还提到就是这个伯克莱有一个叫做 Business Academy for Youth 啊，这是一个也是 for middle school 的，在伯克莱加州北加州的地方啊， UTD UT Austin 他们都有一些暑假的 program 给 middle school。那Carnegie Mellon 也有一个program for middle school， 还有家长。那么 EXPLO 这是也是像刚才一样，就是一个第三者的公司，他们办的一些 program 也相当不错。还有 Education Unlimited 这两个相对都是比较简单能够录取的。好，那讲到这个前面讲的可能很多都是 in person， 那我现在介绍几个是 virtual 的。Virtual 第一个 free virtual summer camp， 这个 summercamphub.com。有很多 free 的 online summer camp 给初中生的，还有一个 virtualsummercamps.org， 这个也是一个很多 virtual camp 的一个咨询啊。那girl max camp 就是 max game， 让教这个 girl 怎么去做游戏，live Oxford online 这个上课，这个是也是一个机构，它提供了很多很 valuable 的课程。healthy science camp 在德州大学 Austin， 他跟 Dale Medical School， 也是说德州大学的一个 Medical School， 在 Dale Medical School， 他们有共同举办一个 Health Science Summer Camp， 非常适合，也是适合初中生的 Online Summer Program。这是 Music Berkeley 的 Music 的有关于音乐的啊。Greatbrookssummer.com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跟写作有关系的。好，那这个 slide 呢，适合初中生、高中生。这个是一些 location， 就是关于比较特殊某些地方才有的，像 Boston area MIT 有个 Office 这个 of Engineering Outreach Programs， 他在他主导的这个提供了很多 program 给 Boston 地方的一些学生。那第二个这个是 Vermont 啊，那也是在东北边，他有一个这个 Health and Medicine Program， 提供给那当地的学生。那圣地亚哥的 Unified Students University 学区里面有一个program， 他们提供的经费让这些学区的学生能够参加。亚特兰大也有相对的，也是有。那 USC 南加大在 LA， 它的有一个 program 是给 the media 跟 civil engagement 的，所以这些都是比较 location， 也就是说都是适合当地的，也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virtual 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当地的话就很容易到这些 program 去。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重点，那高中生怎么办？高中生因为高中生要申请大学的，所以他们的summer 做事的事情就比较去倾向于说要有跟大学申请有关。那第一项是 independent project， summer research portfolio， 就作品集，还有 mentorship。 第二个 competition， 那有的人就是在暑假就开始准备 AMC USCO 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激烈，打球的 sports 的。第三个 我底下 highlight 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比较多的，那么也就是说暑假不见得是只有这些事情来做。当然我们今天只能有这么多时间只能讲这几个东西，我这个 highlight 的东西 summer camp pre-college 那 high school 的 summer AP， 有人自己在暑假就开始研读 AP 的课程，或者甚至在一些网站来选修自己喜欢的课。 college vacations visiting college， 刚才 Grace 还有这个 William 讲，就是说你们可能能够提早进行 college application 会比较有利，尤其在是11年级升12年级。volunteer virtual volunteer 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那 work internship entrepreneurship club， 这也是高中生暑假能干什么。所以你可以看高中生暑假可以做的东西非常的多，summer program 或者是 volunteer 只是其中的两三个部分，其他的family obligations 各方面的还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我的萤幕 freeze 不能动。Yeah， 我可以看到你的屏幕，好像是我看到你的鼠标，对，但是你不能够翻页，哎，不急。对，我现在等一下，好。
在这个时间，我想问问两位小朋友，你们觉得 campus visit 有用吗？比方说，你说我想报，比方说我想报这个 Duke， right？ 你觉得你一定要去 Duke 或者是去 UPenn 去看了以后你们才会去报呢？还是你觉得你们的 campus visit 对你们报这所学校很有用吗？我先问这个 Grace。So I visited UPenn when I was little. Go ahead. Once you finish the answer, then I will go on. Go ahead. Yeah, I used to live in Pennsylvania, so I visited there before. But because of COVID, I only did virtual visit. Okay. Okay. Gotcha. Yeah. Okay. So, 可以继续吗？Yes， 请继续。OK， 好，高中生，那么这些就是为什么要高中要参加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这六点钟里面有三四点都是跟申请大学有关的啊。好，那尤其最后两点就是说你怎么要 make a connection 跟 friend professor college， 还有那个 impress college。哎，奇怪，这个有一点，为什么会？鼠标会这样不能动呢？嗯，如果 OK 不，好 ，OK， 那好 ，OK， 所以这是三个，这是几个例子，就是这个一个 Yale 被录取的学生。那我们这三个我们就不讲了啊、哦，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两个例子啊、哦，被 Yale 被那个 UPenn 还有 Duke 录取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开始的啊。这个是比较就是牛的一些 summer camp， STEM 的，这个是MIT ISISSP MIT Primes Rolls， 所以欢迎各位照相啊。那 SUMAC Stanford 的 Canada 的 Google 的这个 Canada 的 Mass Camp 啊，奇怪，这个为什么今天很不顺？这个老鼠标有一点问题，还是我的萤幕会？OK， 等一下，我可能就不。动得太快了。那孟博，你再问一下那个。啊，好的。现在、啊、我这边问题很多，观众有问题，对，你可以先。会的。对，先。OK，William，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Campus Visit 你有趣吗？你觉得这个？对于你申请大学你觉得它会有帮助吗？因为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有的人说 没什么用处，比方说我愿意报 Duke， 我知道它很好，我在网上看一看 virtual tour 就可以了，还是说你要到那个 campus 去参加？ Yeah, I think the Duke experience for me wa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you really get to know these people, know like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all that, which is really nice. And then you got to see those lemurs and then all the surroundings. It really helps you to build like a connection with that school, which is definitely going to show in your why Duke essay. Okay, 好，这个回答非常好。其实我非常满意。我个人我觉得和我的理解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当然Grace 他以前就在 Pennsylvania， 他知道很多。我是这样想，你到了学校去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细节，这些细节都会在你的 essay 里面显现出来。这样的话呢，你的 connection 和学校的 connection 就出来了。招生的老师一看，哦，你来过，而且你很喜欢我什么东西，你就有一种很 personal 的一种感觉，他能够 feel 到，这个对他的 decision 实际上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OK， 好，谢谢我孟博。那么孟博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荧幕吗？哎，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篇啊 ，Top Summer Program HSHSB， 这是在密西根大学的啊、第二个是洛克菲勒大学University， 那 MIT 的 Woman Technology 也是非常有名的 ，Texas Tech 的 Clark Scholar Program TTU ISSYP the National Summer School for Young Physicists， 这是物理方面的 ，PromSys 是一个数学的 camp。好，下一个Garcia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非常非常难进去申请的 WSSP。Welsh Summer Program SSRP， Yale Summer Program at Astro Phoenix SSTP 在爱奥瓦大学，还有 NASA 的一个 Summer Aerospace Scholar，CMU National High School Game Academy，
还有这个summer program 在那neurological science 的这个地方。好，这些都是属于比较 top STEM 的。那这一页也是属于 top STEM， HSMC 是属于在德州的一个San Marcos 那边一个 Texas State University 非常有名的 HSMC Honor Summer Math Camp HCSSIM BUI 的 Boston University 的暑假的研究 program， Casper Spader University 的 SPARC 在伯克莱， Cosmos 是加州非常有名的加州的州立的大学的一些暑假的 project 活动， SIP 是 GIRL 的， Candon 是 NYU 暑假的 program 是纽约大学的，在 UF 在佛罗里达 UFSSTP Summer Training Program University of Florida RPI 的雷瑟勒理工的研究理工学院 ISTEM 的 Stony Brook MMSS 密西根数学跟 Science Scholar SIMR Stanford 这个 Medicine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Awesome Math 我想很多人 都听过这个数学的这个暑假的program。 好，那我们回到的 non-STEM，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的四五篇都是属于 non-STEM， 都是属于 STEM。 那这边 non-STEM TSB 就是属于比较文科的 BUTI Boston 是 music 上面的 YYGS 大家都听了很多的 LBW 是UPenn 的一个这个 Business World Leadership Business World Iowa Young Writers 加州州立的这个 Art Program for ArtStanford Humanity， 那 LaunchX 是属于比较创业型的 Entrepreneurship 的，那这一页也是属于 Non-STEM， 就是跟 STEM 比较没有相关的，第一个是 Kenyon Young Writer Workshop， NYU 的这个 High School Summer Eastern Music Festival 也是非常有名的 Eastern， 芝加哥还有这个西北大学的 Debate Institute of Dartmouth， 是 Dartmouth 的一个 Debate 的一个夏令营 Northern Dame Leadership Seminar 这是 free 的，但是相对的就是比较难申请，INCIT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Social Science Workshop USC Exploring Entrepreneurship 是创业型的在南加大，Brown Leadership Sports Medicine Sports Business Academy Stanford 还有 Cooper Union 的这个关于这个建筑的，然后 Girls Boys State Girls Boys Nation 都属于比较有关于小孩子如果比较喜欢政治喜欢国家这个 current event 的，那 RSD 是罗德岛这个艺术设计学院的夏令营，也有 Summer Drama Program CSPA 哥伦比亚如果对这个 generalism 有兴趣的 workshop 在哥伦比亚一个非常有名的，那NYU 又有一个，那 Georgetown 也是又有一个 Entrepreneurship 的 Academy。 好，那这个页是 Stanford Art Institute， 那 Babson 是一个 Babson College 是一个很有名的文理学院在 Boston， 他是这个培养这个 leader 在这 Entrepreneurship leader， 他有暑假的一个 program。 那 Syracuse 也有这个建筑的，还有 Cornell 有画画的，有这个 New Media 的这个 UCLA 顾名思义，但因为在好莱坞嘛 18 Performance 的 Summer 夏令营，Bernard College Dance in the City Game Lab Summer Institute 在 UCLA， 那 Parsons Prep Summer Artist Study 这在两个在纽约的都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个夏令营。好，那我们刚才讲的 STEM 跟 Non-STEM 的都是 Summer Program 那这一页呢是属于说你要到这些top 30 top 40的学校，他们上他们的下校，这是下校，这跟夏令营就比较有关，这纯粹是修课，那么修课可以有 credit 可以 non credit， 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那基本上几乎每一个进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学他们都有 summer program， 你可以有 credit 也可以没有 credit， 那这些我们提供，因为刚才在那个初冬的时候有提到 Duke CTY CTD，那最后两个，这是我要提到的 NSLC 跟 NYLF。很多人问说，易老师这两个是不是含金量非常低，不值得去？那我的说法是说，其实也不见得就不值得去。如果说别的 program 没有机会申请不上，或时间不凑巧，那这两个 program 如果刚好是有 in person 的线上的就不用谈了。in person 的话，其实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三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都参加过这两个其中的一个，我觉得对他们的一些训练还我觉得还蛮好的。
好，那 Top Medical School， Top Medical Program， 如果小孩子对 Pre-Med 有兴趣的，好，那这个Texas Tech 这个 Clark Scholar Program， 还有Radis Children's Hospital 在 UC San Diego， UPenn Summer Academy， Roswell Park Cancer Center， NINDS Summer Internship， 还有这个 UCAM 的 Pre-Med Program 在暑假。JCVI, J Craig Venter Institute Summer Internship， 这些都是非常对你，如果小孩子已经有心理有相当的这个兴趣对 Pre-Med 的话，这些就是 Medical Program， 对高中生的都是可以考虑的。还有那当然我们很多的家长对这个美国私校非常向往，甚至有人想让这个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能够进入这些私校，那这个月是这个十个美国顶尖私立中学，他们拥有下校的私立中学。当然，事实上不止这十个学校有下校，包括我们德州的达拉斯的那个Holiday 就有一个不错的 Summer Program。好，那我们就再不多说了，你们各位可以照相哦，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名，大家都听到。可是很好，很有趣的是，这十个下校，这十个私立学校有四个是在麻州。有两个是在 New Hampshire， 有两个是在 Connecticut， 有两个都在加州，所以几乎是在东岸跟西岸，尤其在东岸。Special Program， 那很多人说，叶老师，我儿子喜欢这个精算方面，那么这边你有个 Actuary Summer Academy 在 DePaul University， 这个在芝加哥。那有人对兽医有兴趣，那么你可以考虑到 Cornell University。College 他们的兽医学院，他们有办 summer program 给高中生啊，或是对这个开飞机 aviation， 那或者是对 debate， 那或者是对这个到这个别的国家 out of country 的 program 有兴趣，那甚至下面这个是 Texas A&M 德州农工大学，他的工程非常有名，那么他们对这个他们建筑系也非常的有名，他尤其对这个 urban planning 非常有独特，所以有一些特别兴趣的这个都可以看。好，那我们刚才是到28 OK， 好，那 senior only， 如果孩子们已经要12年级的，不再申请大学完毕的，其实不要放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像 MDA Anderson 在休斯顿，它只限于12年级的学生，你11年级以前根本就不能参加。那 Buck Summer Scholar Program， 还有这个SIP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这两个，一个 College 的，一个是 High School 的。Jackson Lab 这也是12年级的，尤其对基因工程有兴趣的。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有一个 SVIMP Program， 是给 Business 的，尤其是12年级的学生都可以申请这些。那再谈回来，刚才那些很多都是 in person， 也有一些 virtual， 那这边的这一页都是属于比较 virtual 的啊，这是蒙尼联合国的一个 summer camp 啊，那还有ID Tech， 这个是很多像 UT Dallas 也有 ID Tech 也会来 UT Dallas 办这个 coding camp， summer math camp 在这里，Austin Math 也是办这个virtual 的，Oakville online course 也是 virtual 的，Girl Who Code 有两个 free 的 summer camp 可以参加啊。好 ，Independent project student project， 那去年有位学生啊，我就不再讲他的名字，他也是在暑假，因为2020的时候，11年级到12年级之间没有疫情正严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出去 summer camp， 他就自己做个 project， 这叫这个 AI Direct 啊这个网站。那么他也因为做这个 project， 在家里做了七八个月。那参加了Regeneron Science Talent Search， 他得到 semifinals。我想孟博还记得这件事吧？因为这个是就你讲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科学展，科学对不对？就是一个网站的这个在，但是他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个网站的后面做一些deep learning 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好，那怎么去找 research opportunity？ 我们讲归讲，很容易，所以。要做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除了我们刚才那些 STEM non-STEM 这些他们都有一些 research 的机会之外，其实呢很多学生他必须自己要去reach out， 你要去写 email 去那些研究机构或大学啊，那往往他们你往往他们有时候你就刚好接到回信说好你来参加，因为你那么主动对不对，好，所以右边这几个是属于就是说已经现成的就是 research 的，Eugene Ruth Robert Summer Study Academy MDI Biological Lab
Princeton Plasma Physics 就是研究这个物理的，西雅图的Children's Hospital 他们有研究机构，那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那最后一个我放在这边当例子是 www.aralia.com， 它是就是我这边讲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机构，它里面提供一些研究机构研究机会，那么你愿意 你申请，那么但是你要付钱，他会来 match 你跟一个 professor 做研究、啊、当然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说你实在找不到的，或者是你想这个不想花太多时间的话，那么花一点钱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研究机构。好、啊，这是 virtual 的啊 ，virtual 的就是在除了 in person 之外，那么高中生暑假能够做的哪些是能够做哪些是 virtual 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些像这个the fundraising 或 performance 的或者 public speaking 的这些线上的社团。Entrepreneurship 还有 leadership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当 virtual， 那就是不会有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担心啊。那最后这两个是一个 leadership 跟一个 online 的 sleuth， 就是一个 online science 的这个侦探去做这个，这是这个例子。好，我必须要花个时间在 volunteer， 那 volunteer 美国这个大学重视 volunteer 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你对社会的关心，你有没有 leadership， 你对事情的热情跟持久。那最后一个总结是一个心地善良热情洋溢的人到处受欢迎，从来不会论将来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成功的、哦、这是一个就喜欢这个做这个义工的一个人的一个总结。好，那这一页呢就是 typical volunteer， 你可以从图书馆医院到博物馆、哦、到 food bank 做这个volunteer， 那有时候小孩子小一点的话大人要一起跟着做。那这是初中生能够做什么？初中生你可以在这个 counselor 的 local summer camp 做 volunteer， 也可以比如说你喜欢，我喜欢这一点，就是你喜欢你会修理你的脚踏车，那么你说不定你可以 volunteer 来帮一些别的人来修理他们的脚踏车，所以这是属于初中生能够做的 volunteer。 那最后面那几个就是属于比较 food bank 的，或者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的啊 high school。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可以去这个教人家这个 mentorship 或者 tutoring。 那第二个是 free oil change， 这是个例子，说你可以组织几个人来帮一些town 你们的社区一些比较没有income 的人比如 low income 的人来帮他们换机油，因为他们可能车子这个就是等于这 社区服务，当然你要去筹款你才有这个钱来买这个材料啊，还有这个环保的事情 homeless 的事情 support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这都是很适合高中生可以做的。那 homeless center 我们就不讲了啊，这边你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来帮这个美国无家可归 的那个 center 来做一些事情，这是在很多大城市都碰到的问题啊。 virtual volunteer 这几个网站volunteer match 啊，这是一个网站的名字，它会告诉你它你填入你家的 zip code 或 city 名字，它就会告诉你有哪些地方可以做 virtual volunteer。 那这个是个 weareteachers.com， 这是另外一个网站。那另外一个这个是 Oprah Daily， 它这个网站里面也有一些告诉你哪些 virtual 的 volunteer。 所以前面这三篇的slide 就是关于这个 virtual 的啊，就是你不用出去你就可以做的一些义工啊。那打工呢当然这个我刚才讲过高中生可以暑假可以做很多事情，打工也是其中一项，所以你那么多暑假你总要有一两个暑假可以花一两个时间来打工，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好，那回到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internship 啊，那这几个 internship 都是非常这个可以值得去看的， internhq.com workesports.com nih.gov这些网站 checks internship这个 fastweb 它本身也有 internship， Hopkins Medicine 也有 internship， 所以各位把这个照起来，这个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暑假的 internship 可以做的事情啊。这是由另外一些的这边他们都是比较属于外面的这个公司的，像 Microsoft 的，像 Kaiser Permanente 的，这个属于医疗方面的，像 NASA 的，像这个这个另外还有一个 biology 的博物馆 internship 是在阿拉斯加的，所以还有 Matt Summer 就是这个 baseball team 在纽约大都会的team 的internship 啊。那住在纽约的很有福啊，因为纽约本身就
非常提供非常多的 industry 给纽约市的住在纽约市的居像 Apollo Theater Brooklyn、Botanic Garden Future 还有 Brooklyn Museum、这个大都会 Museum Metro、Museum、Human Oncology 这是在 Sloan 这也是在纽约所以住在纽约它有虽然这个有它的坏处啊，但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它有很多的地方，所以纽约市也提供了很多internship 在纽约。好，那有些会家长会说含金量怎么样啊？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summer camp 的含金量。当然，这个只是这个纯粹是从某一个分析一个角度来讲。那其实这个含金量的这个图，其实里面包括很多是竞赛的，所以这边事实上跟我们今天讲座。就有一点点的关系。好，所以暑假最后几个 slide， summer program versus on other summer activity， 所以要不要参加暑假的活动，或者是参加暑假的其他的活动，譬如说打工、义工之类的，完全看学生那时候的需要。所以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just do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you， 就是对你有相关的你就去做。好，这是一个一个小结论。好，那倒数第二个 slide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提过的 strategy， 这个在 pandemic 你怎么做 summer program、后半段就是说你尽量 go virtual， 但是呢总结你四个 summer 你应该是有 in person 有 virtual 的，然后有不同型类的暑假做不同的事情。好，最后一个我想要再分享就是说参加暑期活动的一些考虑。好，那第一个就是含金量高的活动虽然要争取，但是找一个适合孩子的活动更重要。第二个，可以将暑期活动的选择权交给孩子。也许我们父母都希望他去学一些东西，也许小孩子他目前他是想找一个地方 have fun。所以，如果小孩子在平常不错，你可以考虑把这个选择权让给小孩子，交给小孩当做一个奖励。比如说，OK， 那你这个暑假的这一个月的 summer program， 你去选一个，就当做奖赏你。第三个，要知道小孩的需要跟喜好，有的喜欢不喜欢，有的不喜欢 academic。那么你暑假就不要太强迫他去做 academic 的 summer program， 你可能在 volunteer 上面让他多做一些这样子、那第四个，如果很多家长说小孩子对 time management 实在真的是不行，一开学然后工作一大堆就做不完，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其实暑假可以好好在这方面下功夫，可以在家里跟小孩子一起做一些试验，看看可以看一些 YouTube 他教你怎么 time management， 怎么去做时间管理。第五个，如果小孩子学习上有些待遇需要加强的，就不要勉强一定要去参加什么暑假活动，到哪一周到干什么，要趁这个机会对症下药，利用暑假把学习的基础跟知识点好好扎实的培养。最后一个，很多小孩子很多男生沉迷于 video games，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朋友，他里面可以交到朋友，而且他们过关斩将的过程中，他们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所以这是小孩子跟大人的智慧要能够试着在暑假中或者在这个暑假的活动中能找出他有类似这种能够达成这种愿望，这样子也许他就慢慢的不会那么依赖在打 video game。 好，那孟博我就讲完了，我想时间因为很赶，所以我们就快马加鞭的就把我的 presentation 讲完，谢谢各位。